各位早晨，我是周海欣。政府下季度推售啟德和東涌兩幅私人住宅用地，預計大約1700伙，連同私人發展和重建項目等，合共提供大約4000個單位。當局說計埋今季的供應，已經達到今個年度目標的60%。新一季推售的住宅地包括啟德第二 A 區用地，鄰近港鐵宋皇台站，提供大約1325個單位。政府會在賣地條款要求發展商興建大約175米的地下街，其實這個是佔整條啟德地下街大約11%。發展商亦同時要負責興建總共大約8100平方米的社福設施，包括長者鄰舍中心、弱智人士宿舍和展能中心等。另一幅屬於第一幅東涌東新市鎮擴展用地，可以起415個單位，咁計及私人發展等11個項目嘅2310個單位，下一季可以向市場提供大約4050個單位。連同黃大仙牙前圍村重建，今年頭兩季合共可以提供大約8280個單位，佔全年供應目標65%。對於近期外界睇淡樓市，會唔會較易造成流標呢？即使有些地是流了標，其實當然有那個發展商他自身的考慮，但如果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再推的時候都是成功推出的。政府賣地其實一定首要是為了照顧我們無論是經濟用地和房屋用地那個需要的，我們總不能只能夠在市況叫做是非常好的時候才賣地的。他强调地价并不是同市场预期价格比较。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有分析预期下季度推出的地皮有机会流标，更加预期政府全年卖地收入难以达标。有智库组织认为，政府今年度的卖地收入较难达到预期850亿元的目标。始终今年的市况不是很理想，所以发展商出价都会有个考慮。咁第二點就係、是、其實你睇翻個賣地表入面咧，即係剩翻落嚟一啲叫大份嘅地皮，其實唔係好多，得翻一係就係金鐘廊啦，一係就係赤柱嗰笪嘅地，似乎今年嗰、那個即係賣地有機會係未必達標咯。咁但係當然除咗賣地之外咧，都要睇翻補地價嘅。咁但係補地價就政府係比較被動啦。有測量師就預計下季度推出的兩幅地當中，發展商對於啟德地皮出價會相對保守，不排除有流標風險。啟德其實依家都幾多一手樓賣緊，仍然有貨尾啦嚇。咁最近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發展商，佢哋開佢哋樓盤嘅時候都有減價嘅情況。咁變相呢幅地可能發展商佢哋入標嘅時候，佢哋嗰個價錢取態會相對更加保守，咁未必符合得到地政署佢哋可能背後佢哋嗰個目標底價都未定。咁東涌點翻轉頭講其實都已經幾低下㗎啦，依一個股價主要都係睇未來嗰個發展潛力為主㗎啦。咁佢話依家息口相對高企，發展商增加土儲嘅時候會比較審慎。无线电视记者吴洁晶报道。城规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举行最后一场公听会，有附近村民反对高球场起屋，政府强调收翻球场部分用地起屋的目标不变。政府9月收翻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其中9公顷用嚟起过万个公营房屋。城规会举行5场公听会，收集公众意见。支持高球场建屋计划。最后一场公听会有组织请愿，要求政府维持发展公营房屋起屋的决定。政府每次他去评估了一个地方，就梗有人说你我们支持建屋计划，不过就不要在我们这里起。咁大家都知道，如果係即係政府做曬諮詢，又做曬評估，咁如果仲有人反對，咁點搞呢？即係如果咁樣政府都唔落決心去做，咁其實你係永遠都解決唔到個房屋問題嘅。亦都有高球場附近丙岡村村民反對起屋。喺公聽會上，商界憂慮破壞高球場，影響香港國際形象。
Why would anyone think of building houses on a 130-year-old heritage cours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ll laugh at us. 香港高尔夫球会话唔反对政府收翻土地，但认为应该将土地规划做保育及康乐用途。我哋都想建议俾政府，其实都可以考虑星期一到星期六可以公众同埋会员都可以打波。星期日可唔可以将成个32嘅公顷嘅土地变做一个类似有中央公园咁嘅功能嘅地方，俾到所有市民都可以入嚟享受到呢？发展局话九月必定会收翻高球场32公顷土地。短期租約已經完咗咧，就會係歸翻嚟政府嘅所有。康文署亦都係已經準備緊咧，點樣去管理呢一幅嘅土地。咁到時公眾咧，亦都係可以入去咧，欣賞到呢一個嘅地方。至於北端我哋起屋嗰度咧，我哋呢一個嘅目標係未有改變嘅。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報章訪問時就話：收翻高球場起屋係上屆政府嘅決定。强调做任何事都要走程序，有理有据。无线电视记者周俊峰报道。警方在深水埗一个赌档拉了15人，当中4个人涉嫌冒警，其他涉嫌非法经营赌档和醉赌。现场是深水埗大南街6号一个大厦单位。警方说昨天下午4点多接报，说有4个男人冒警。现场消息说那4个人去到那个赌档扫场，多个赌客和负责人即时逃走。在大厦附近没有发现警车，起疑而报警。警方到场一共拉了15人，包括4个冒警男人和仍然留在赌档中的男女。有团体举办嘉年华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当中设航天展览，展出多款的太空食品等等。中国航天员每次升空驻留太空站，一日三餐有咩选择？呢一个展览就展出咗部分，包括唔冻嘅太空雪糕，就连麻辣鸭都有，全部都系真空包装。有航天员话，近年航天食品嘅质素改善咗唔少。我们最早期的航天食品呢，就是类似于牙膏状的，挤出来，虽然说能保证生命质量，但是不一定口感不一定那么好。现在我们这个采用了多种方式啊，可以说基本上把满汉全席都带到太空上去了。太空食品大家听就听得多了，试又试过未呢？今次的嘉年华就设有试食太空食品的摊位，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来到亲身感受下这份来自太空的滋味。那种饼呢香好多，比普通的饼呢软少少，然后呢有好香好香的味道。展览嘉年华即日起去到7月3日在乐富商场举行。无线电视记者陈尚轩报道。美国国防部证实年初飞越美国的中国气球并没有收集情报。美国曾经说这个是间谍气球而将它击落。中方一直批评美方污蔑抹黑。美国当局一直说今年2月飞越美国的中国气球收集沿途美军敏感设施的资讯。美国国防部星期四推翻这个说法。We believe that it did not collect while it was tran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or flying ov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rtainly the efforts that we made contributed, I'm sure. 对于有报道说气球上有美国制的设备，赖德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以无人机为例，说一些现成的美国商业设备被采用不足为奇。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军情人员检查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残骸，发现气球装满可透过商业渠道采购的美国设备，部分更加是购置互联网再配搭更加专业的中国感测器等的设备。这些设备悬挂在气球下方，气球上有螺旋桨，可以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移动和盘旋。在经过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国本土8日期间，虽然有收集资讯，但似乎并没有将相关数据传回去中国。白宫同负责调查的部门并没有回应有关报道。在北京，外交部重申这个是偶发事件。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中国民用无人飞艇飘入美国上空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发言人强调，所谓间谍气球的言论完全是美方对中国的污蔑抹黑。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大学招生嗰阵采取平权措施，将种族列为考虑因素，属于违宪。总统拜登话唔同意法院嘅裁决。Today, the court once again walked away from decades of precedent. The court has effectively ended affirmative action in college admissions, and I strongly,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court's decision. We cannot let this decision be the last word.拜登话大学招生考虑种族因素，包括弱势种族，令校园种族多元化，而多元化正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之一。有学生入禀控告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计划采取非种族中立的政策，违反公平原则。最高法院星期四分别以6票对2票和6票对3票裁定两间大学招生政策违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说，必须依据学生个人经历来考量，而不是他的种族。而很多大学长期得出错误结论，即个人身份的试金石，并不是克服挑战、培养技能或者学习教训，而只是基于肤色。罗伯茨强调，宪法历史不会容许这种选择。而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杰克逊就说，裁决对全国所有人都是一个悲剧。法国非裔少年被警员截查嗰阵中枪身亡，涉案警员被控故意杀人罪。事件触发全国示威，持续三晚仲未见平息。在非裔少年中枪的巴黎市郊南泰尔，星期四晚继续爆发警民冲突。示威者向警员发射烟花，警员就以催泪弹还击，有汽车被焚毁。呢晚已经是连续第三晚的冲突。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各地共部署40,000个警察和宪兵，当中5,000人派往巴黎，强调政府会强力应对，恢复公共秩序。多个城市宵禁，公共交通工具提早停止服务。而检察官说，初步调查显示，涉案警员开枪时并不符合合法使用武器条件，会被控故意杀人罪。明报社评，现届政府上台一年，在疫后复常的相对有利条件下，无论在吸引人才、推动创科、处理房屋问题，以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的方面，当局都有新油。作为开局之年，算是有一个积极的起步。然而真正挑战考验还在后头。一方面，外围经济不明以及地缘政治形势，为香港发展前路增添阴霾。另一方面，香港發展內生動力不足，固化利益藩籬和移民潮影響仍然有待克服。經濟日報社評，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是現屆政府施政重中之重。特首李家超就任一年在職，申明來年將會鋭意加快建樓。當局所訂立的相關短期關鍵績效指標已告完成，新財季工地有所提升，可以說是沿著正確路向前行。社會固然關注連串政策新油的後續推進，但亦都期望日夜困囚於劏房的草根戶不被遺忘，可同享有幸福生活。大公報社評，今日是港區國安法頒布實施三週年，三年來的事實證明，國安法是香港的保護神，是香港穩定繁榮發展的根本所系。當前香港仍然面臨嚴峻的維護國安形勢，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香港社會需要全面準確落實好國安法，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機制。又到中华掠影的时间，西部开发援藏援疆是国家战略布局，江苏省积极响应，派出医疗专家团队去到新疆伊犁帮民众医病。
新疆伊犁州中医院泌尿外科医护人员这一日在江苏省援疆专家的带领下，为患尿结石半年多的病人进行一项高难度手术。刚好我们听说这个江苏省的中医医院的这个魏医生在我们这儿，刚好慕名过来的。我们这个地方援疆医生或者是援疆这些老师都特别多，然后他们都比较优秀，所以我们也相信他们。由于病人的输尿管狭窄和扭曲，魏医生和江苏省权威专家远程会诊之下，成功将病人体内的结石粉碎并拿出。我们 EPP 的援疆医生在这里不仅仅在于看多少门诊做多少台手术，更重要的是帮助这里的医疗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去年以来，江苏77间医疗机构和伊犁州15间医院86个部门进行对口支援，引进82项新技术。不单止是医疗援疆，江苏更加重点在产业发展上加强合作，打造9个特色产业园区，超过180间企业落户当地，又支持伊犁州各类医院学校提升硬件水平。我们继续坚持精准援疆，充分征求地方各界意见建议，项目的选择充分考虑干部群众急需解决的急难筹判问题，以江苏所能贴近和服务伊犁所需。他说要令两地合作之花开遍伊犁河谷。无线电视记者黄善河报道。在内地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宠物经济市场的规模亦都不断扩大，一起看看。浙江温州呢间宠物食品企业喺度生产紧猫嘅食品罐头。目前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七八月份，那我们每年有会更新迭代，又推出新的各种配方。企业亦都瞄准咗饲养宠物嘅过程，提供一条龙服务，开展我们的宠物生态的全链路的打造，包括给宠物这个洗澡、游泳、健身、这个训练，就是学习教育啊，还有酒店住宿。内地去年的宠物经济产业规模接近5000亿人民币，增长两成半，去到2025年预计会超过8000亿的人民币。无线电视记者徐宁森报道。油画和国画我们就见得多，那镜画你有没有见过呢？湖北武汉就有人在机缘之下发明了镜画，还拿到国家发明专利，一起看看有什么特别。左手按住一块镜，右手紧握美工刀片，不停雕刻点画，一只毛发蓬松、眼仔碌碌的猫仔透过灯光跃然镜上。48岁的盛燕年轻那阵，因为屋企经营玻璃装潢店，有好多废弃嘅镜，佢忽发奇想，喺镜嘅背面雕刻、着色、通电，制成装饰摆件售卖。经过多年嘅努力同探索，呢一种独特嘅镜面光雕画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佢亦都被称为镜画第一人。每一种作品，它都有它的这个艺术魅力。包括我从油画、从水彩、从国画，那么其实都融入到了这个进化当中。他说从纸上扫描稿到镜背面复写定稿，再雕刻、上色，镜画制作有复杂细致的工艺步骤。就是我们在纸上画画有时候会很兴奋，然后这个镜子上画画你是不能让自己兴奋的，你要保持一个很平常的心态，然后它不能涂改。因为水银的厚度是有限的，所以说在镜子上画之前，全部在纸上要画很多很多图稿，你要把每个环节该怎么画都把它在脑子里头像演电影一样演示一遍，然后再去完成这个创作过程。他说创作一幅中型作品一般要两三个月甚至大半年，用了近200块刀片。他计划将镜画变成新画种，并发展文创产品。无线电视记者冯庆会报道。呢只中华掠影报道完啦。早晨，欢迎收睇《开市第一击》。先睇睇外围方面，
美国23间的大型银行通过联邦储备局年度压力测试，银行股做好，带动美股道指升到超过200点。至于纳指啊、道指啊、标指齐齐都去到今个月16号以来最高，咁啊个纳指琴晚轻微回吐唔够一点啦。至于我哋港股嚟到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咧，就冇乜方向啊，大市今朝早轻微低开52点，睇下而家最新表现啦。咁啊最新跌幅略为扩大啊，跌紧88点，就系18846点。各项分类指数咧，咁啊就普遍要向下，得地产指数有得靠稳，总成交超过22亿几。睇埋恒生指数期货，即月跌紧55点，八月咧咁啊，七月跌紧55点啊，八月就跌44点，总成交超过5400几张。最活跃港股造价排头位友邦要向下跌紧超过1%，腾讯咁啊同埋阿里巴巴两只科技股齐齐都系偏软啦，腾讯跌幅挨近1%，阿里巴巴跌紧1.2%，做喺81.2嘅水平。至於安踏體育最新就股價靠穩，升緊2.5毫，比亞迪股價升緊6毫，做喺248.4。六至十位睇埋美團啦，咁啊最新亦都係限制住大市嘅升勢，要跌緊超過1%。盈富基金、平保兩隻齊齊都係股價偏軟，小米跌緊2仙，做喺10.84。藥明生物跌緊5仙，現價喺35.9水平。人民幣櫃台最活躍港股啦，咪見住阿里巴巴股價偏軟啦，跌0.5元，0.5%啦。咁啊，至於恒生銀行升幅又挨近1%，百度咁啊跌幅去到1.8%。另外，京東同京東健康暫時股價冇變動。六至十位方面睇埋美團啦，咁啊股價都要跌超過1%。中銀香港、長城汽車同埋李寧三隻股份齊齊股價靠穩，至於平保跌緊0.05元人民幣。恒生科技指數報喺3905点，跌緊27点。看看科技股表現，杭州市政府和阿里巴巴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不過見住阿里現在最新股價仍然是要跌超過1%，現價在81.2水平。至於小米據報將會重組印尼業務，股價都是偏軟，跌4仙，10.82位置。至於京東被員工減持套現超過2亿，股價最新跌7毫子。美團就用超過18亿港纸收購創辦人王慧文旗下一間人工智能公司，股價最新繼續維持1% 跌幅，現價是122.6。不過留意一下，有一隻移動股咧，進資集團啊獲得大股東，亦都即係主席錢利榮提出私有化，股份復牌之後急升啊，最新升緊23%，做喺4.7水平。睇睇晶片股咧，咁啊，據報美國可能尋求進一步收緊出口晶片設備同技術去到中國。不過見住晶片股今日變動唔算太大啊，中芯仍然係股價靠穩，升到1毫子，做喺20.5位置。ASMPT 咁啊，股價都同樣可以有得升，咁啊，升緊1.5毫子。晶門半導體股價冇變動，守翻喺4.45位置。上海復旦股價靠穩啦，升緊2仙。華虹半導體今日輕輕回吐緊1毫子啊，現價喺25.15。轉睇埋啲車股咧，咁啊就普遍嚟計都可以做好，兼且小鵬升多咗喎。事關佢有架新車上市啊，據報訂單量已經係突破35000架，股價最新升幅擴大去到超過4%，現價喺47.3位置。同業蔚來咁啊，同樣都可以有1% 進帳，現價喺73.45。至於理想汽車股價就要受壓，跌緊9毫子，現價做喺134.2。比亞迪反覆靠穩，守翻喺247.8。至於吉利汽車最新升近1仙，做喺9.31。再睇埋其他啲消息股啦，高阳科技就已经向上交所提交分拆业务嘅上市申请，股价最新升到超过4%，做喺6.9。咁至于咧睇埋仲有其他咧港交所啊，最新股价偏软啊，跌紧2.2，做喺296.8啦。咁歌丽制药股价就有得升嘅，最新升紧超过2%。睇埋百威亚太同波斯登两隻咧，就齐齐都系被高盛调低目标价。不过百威亚太就暂时都系被高盛维持买入评级嘅，股价最新今日可以靠稳升到4仙，做喺19.96。至于波斯登咁啊，就被大行咧狠狠削目标价，一削削成1成1啊！见住个股价嚟到今日，继续都仲系要偏软，咁啊再跌紧3仙，做喺3.2毫2。
睇埋隻新股啦，呢個就係做內地喺獨立醫學檢測服務商啊，叫做艾迪康。今日首日掛牌，咁啊，琴晚個暗盤表現反覆嘅，今朝開市就同個招股價持平，開喺12.32。不過最新咧，咁啊就要潛水喎，報喺12.3啦，比起招股價低近0.1%。開市大激睇到呢度，再會。各位早晨，我是廖淑儀。为了配合明日7月1号湾仔金紫荆广场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的升旗仪式，会展一带有临时的封路措施。警方已经在会展一带部署，今日凌晨至明日中午禁止车辆进入的道路包括有博览道、博览道中和博览道东、中环和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和介乎中环和湾仔绕道隧道的湾仔出入口和菲林明道之间的一段东行的龙和道。至于一段龙和道西行和龙达径亦都会在明日凌晨5:30至中午封闭。多条巴士线实施改道和临时迁移巴士站配合封路措施。而博览道的的士站至明日中午都会暂停使用。海港中心對面的過海的士站就由明日凌晨5:30至中午暫停使用。醫管局表示，截至4月底，公立醫院的醫護流失率輕微回落，今個月會推出新計劃，吸納外地醫生專才來港交流大約1至2年，暫時有近20人有興趣，預料他們年底會有超過10個人抵港。公立医院医护持续流失，医管局话截至四月底，分别是7.1%同埋10.9%，较一月底的情况减少0.1%至到0.3%个百分点。而家合共有6525个公立医院医生，净增长79人，护士就减少458人，去到29000多人。多咗医生咧，如果少咗护士咧，个比例咧就亦都唔掂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好欢迎咧啊！政府方面咧，現時咧係打算咧係引入一個啊護士有限度註冊條例。醫管局承認過去一年離職嘅醫生都係有經驗，請到嘅醫生經驗就較少。但係而家唔少退休醫生願意繼續做，相信可以以舊帶新。今個月推出新計劃——環球醫療人才匯聚計劃，吸納外地醫生專才嚟香港交流大概1至2年，暫時有近20人有興趣，嚟自歐洲、東南亞、大灣區同埋其他內地城市都有。相信年底有超過10個人可以到香港，大部分有專科資格。喺外國已經做緊專科醫生嘅咧，佢都已經係好有經驗嘅啦。咁所以你講咧，我哋唔需要定唔硬性規定一個最低嘅服務年期。我打算咧係每一個人都去醫專申請佢嘅專科資格嘅，因為咧我哋嘅目的咧就係佢嚟到呢度就同我哋嘅醫生交流，同埋咧喺醫管局咧參與我哋嘅工作服務。海外招聘方面，當局話已經有大概59個嚟自英國嘅非本地培訓醫生通過輪選，預計下半年嚟香港。亦都向澳洲方面發出45份有條件聘書，預計幾個月之後有結果。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衛生署調查將軍澳一間藥房涉嫌非法管有同銷售未經註冊嘅日本眼藥水等部分含受規管嘅成分。涉及的是这两款眼药水和一款暗疮膏，在将军澳新都城中心宝来大药房售卖，全部包装都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处方说其中两款含有新丝的名，属于受规管的药物，可以用来治疗青光眼，但有导致眼疼痛不适、视力模糊的副作用。当局强调只可以凭医生处方购买，呼吁买了的市民立即停用。隨著新巴專營權下個月結束，近1900個員工大部分會轉職成巴，不過車長就要由固定更變成輪班，引起部分新巴車長的不滿。成巴說未來三年都會維持舊制，尋找磋商的空間。原車長是新巴的工會代表，
由中巴过渡去到新巴，咁多年嚟都系固定翻早班，凌晨大概五点开工，下昼一点几就放工。原本呢个25年嚟嘅习惯，随住公司并入城巴，要改变成为早午晚轮班。都唔中意揸夜晚嘅，啊，容易影响个人嘅生活啦。我哋早起身噶嘛，咁你咪个人咪冇精神咯。佢同几百个车长表达不满，最终城巴话考虑到多数嘅车长年纪比较大，决定未来三年容许佢哋维持新巴嘅编更，确保合并嘅时候营运顺利。希望可以藉住呢三年里边，我哋同大家一起可以磋商到一套更佳嘅方案。即系我唔系话一定要行城巴嗰套嘅，咁我哋迟啲会安排一啲试验性嘅一个组别啦，即系可能有啲间份系攞出嚟俾大家自愿性申请嘅。更表问题有待再磋商，而前线对于薪酬嘅不满就一直未解决。出边可能个价钱仲高咧，系咪先？啊，可能個酒吧我都有固定收入，食飯休息，但係佢係有休息啊，不過冇錢啫嘛。年尾有商量嘅，呢度佢我哋冇商量。當然我哋今年都好想可以做到加人工，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喺香港自從通關以來咧，其實各行各業都係搶緊人才。呢方面即係我哋都覺得係需要有一個調整嘅。城巴曾经承诺在合并之后两年之内不裁减前线车长，但是不包括后勤。一年之后城巴说连后勤都不用减。其实我们在这几个月呢，我们一直都请着在后勤部门都请着人。举个例子说，我们有工程部，我们有建立申请着。现在他根本上不想炒人，根本上是不够人。他说每个月都可能有40人走。城巴强调冇离职潮，但系承认请车长有困难。城巴话外界一直以嚟对于巴士车长都有比较负面嘅印象，期望政府可以帮手做多啲宣传，改变市民观感，吸引更加多人入行，尤其是系年轻人同埋女性。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内地近年积极发展低碳和绿色经济，有港人北上引入水耕种植技术，采用封闭式内循环水，减少浪费水资源，以达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产量更加比传统的农业增加4至5倍。对，这个根很长，还是很白，但这个根就是比较小，很细吧。这个品种的本身也是很细的。哦，它好的时候也是这么细。对。林雅明在2014年租了惠州市这幅2000亩的农地，经营水耕农场，期间亦都得到内地政府不少帮助。國內政府咁多年嚟對農業都係好支持嘅，咁首先佢支持會喺税收方面嘅支持啦，咁同埋運輸方面佢有綠色通道嘅支持啦。綠色通道係連接香港同華南地區嘅跨境通道，有助於惠州輸往香港嘅蔬菜可以縮短60%嘅運輸時間，同埋節約50%嘅運輸成本。另外，水耕农场属于可控环境，较少机会因为天灾导致农作物大规模损失的情况。但我哋呢啲完全唔受呢啲所谓天灾旱灾嘅影响啊嘛，咁所以同埋嗰个种植嗰个频率密度系可以好高嘅。例如你见到我哋呢啲水苔，我哋收割完一批，3日之后我哋又可以摆第二批上去，就唔似话其他用传统种植你要轮耕啊，要透过土地去重新去休养啊，先至可以再种咯。咁应该系有4至5倍嘅产量嘅增加。水耕农场总经理罗海英话：，对于农残方面的检测会特别谨慎，因为内地有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因为每一个批次都需要去做呢个检测报告嘅，规定里边系需要去有呢啲咁嘅报告去支撑呢个成个运作流程。一旦超标嘅，第一就系要追溯原因啦，第二就系可能全批要销毁咯。而家国家着重绿色经济发展，佢哋亦都计划喺未来使用环保物料制作产品包装，希望可以为国家同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出一分力。无线电视记者高玉婷报道。电信设备商华为宣布，出年会推出商用5.5G 全套网络设备。
华为董事杨超斌在上海世界移动通讯大会 5G 论坛表示，经过四年的高速发展， 5G 建设取得丰硕的成果，新的业务形态和内容亦都会持续提升，面向 5.5G 时代的技术和商业验证已经就绪。 5.5G 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产业界形成共识，2024年华为将会推出商用的 5.5G 全套网络设备，为 5.5G 的商用部署做好准备。华为期待和产业携手共同开启 5.5G 时代的新征程，相信 5.5G 时代可以带来10倍网络能力的提升，令千百行业释放更强大的数字生产力。据报美国可能会加强限制中芯国际等6间中国晶片商出口欧美的生产设备，中方谴责有关的做法是故意封锁中国企业，又期望美国工商界协助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去年10月加强限制出口晶片设备和技术到中国，而且拉拢荷兰、日本等盟友参与。路透引述消息说，美方可能寻求进一步收紧管控，首先是荷兰最快日内公布主导晶片重要设备光刻机供应的当地公司 ASML， 除了最先进的型号，第二先进的深紫外线光刻机 DUV 都会纳入出口管制，不过可能9月至生效。美国可能下个月底会点名中芯国际等6间中国晶片商，如果要出口给这些公司必须先获得许可，但是多数都会遭到拒绝。由于 ASML 的设备有使用美国零部件或者技术，预期管控同样有效。 ASML 早前曾经相信影响不大，仍然可以向中国销售，强调晶片供应链脱欧并不可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谴责有关做法，批评美国故意封锁和阻碍中国企业，强行迁移产业推动脱欧，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坚决维护自身利益。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美国医疗业界活动时强调，中国没有理由关门，反而有些国家想对中国关上大门，中美关系恶化，工商界首当其冲，期望工商界做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有实际行动维护共同利益，市场经济还有自由贸易，推动中美关系止跌回归正轨。除了协调荷兰收紧管控，据报美国亦都可能加强限制出口人工智能晶片到中国，还有正式发布行政命令限制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不过会在财长耶伦最快下个月访华之后至执行。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谦报道。太空商业飞行公司维珍银河完成第一次太空商业飞行任务，载住三位意大利研究员飞上太空之后，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安全降落。由大型运输机载住的太空飞机飞到大约15,000米高空之后分离，以火箭动力推动的飞机高速进入太空。机上有三名来自意大利的空军和意大利国家研究院的组员，成为维珍银河的首批付费旅客。机上还有一名太空人教练和两名机师。三名意大利组员进行一连串科学实验，包括收集各人的心跳、脑部功能在微重力下的反应、测量大气中间层的辐射水平等。他们又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飞到最高点大约离地面85,000米，俯瞰地球的样貌。太空飞机之后以滑翔方式返回地球，星期四朝早安全降落同样是起飞地点的美国新墨西哥州美国太空港，整个旅程历时大约90分钟。维珍银河公司由英国富商布兰森2004年创立，着眼于利润丰厚的太空旅游，大公司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经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停飞，飞机物质未达强度要求，机队需要升级加强。经过近20年的改良试验，到今年5月先试飞成功。公司会检讨今次飞行，如果顺利，由8月开始就会每个月搭载付费旅客去太空。维珍银河而家已经卖出大约800张太空旅行机票，2005年到2014年共售出600张，每张20万到25万美元。之后又卖出200张，每张售价45万美元。无线电视记者李泽浩报道。
星岛日报社论：三隧分流方案日前在立法会通过，咁计划会分两阶段实施。虽然港府会在实施三隧分流之后检讨有关成效，但相信最快都要到明年第二阶段方案推行三个月之后。然而红隧和东隧已经严重饱和，当局在首阶段推行之后应该密切留意车流数据，一旦发现情况不似预期，甚至衍生了一些新问题，就应该适时作出收费调整，务求令到方案能够顺利推展，纾解隧道挤塞的问题。文汇报社评：听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的喜庆日子，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将会在7月1号至8月31号举办香港开心购物节。开心购物节有力提升市民参与感、获得感，这一类令市民开心、商家赚钱、社会和谐的盛事应该多办办好，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开心之都。东方日报社论：本港劳动人口劲减，而且跌势不止，港府不得不祭出输入外劳手段。诚然，抢人才又好，输入外劳也罢，港府推出更多便利措施没人会反对，但同样重要的是留人才。港府至今没有任何针对遏止移民潮的优惠措施出台，部分权贵更加摆出好行夹不送的嘴脸落井下石，亦发令部分香港人心淡。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另一节新闻。